这应该也是有人养哦。应该吧。所以他没气势。走到停车场里面看看，啊，就叫他。慢了。哎，好乖，好乖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这个是有吸引力的状态出现哦，不是在家里没有无聊叫的哦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乖。这只狗，你跟我说它。他在外面最近是什么情况？他最近在就是开矿开阔的地方啊，嘿，玩疯了，就是整个都叫不回来，完全不管怎么叫，再怎么大声都是不会回来。啊，可是你怎么后来可以抓到他？变成这种情况，就是我要故意远离他很远，他才会觉得哎，我要离开了，他才会过来。哦，大概要离多远？从它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那距离要越来越远，就大概30-40公尺以上。哇，这样才有警觉性哈、哦。对对对。所以那时候你在公园这种距离，它在搞的时候，它也叫不太过来嘛。对对，完全就不鸟我。它是没听到，还是故意不鸟你？你觉得？它是完全不鸟我。哦，你确定了？ 对。它有听到就对，不可能，它不是聋子嘛。哦，我们看看，我们今天有稍微给他训练的哈、哦，你先用叫的，没有就用吹的哈、哦，来看看。来，挂。挂。哎哎，很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个吹的重不重要了？啊？刚刚吹了一下。对，那个很重要哦，那个你。哦，先等一下，这个还不错。对，这个让它自由。我们再等一下再测试一下哈、哦，用叫的看看。好，快。对，好，给它放。好，走，好，很好。而且现场这个环境它没来过嘛，应该是比较好奇。等一下跳出去更好，跳出去，等一下主人一定要疯狂的这个叫它。让他自己那个，哎，他现在偶尔都会回来一下哦。他以前是不是在外面就很少再回来了？哦，他现在已经在嗅觉了哈、哦，忽然间可能闻到什么味道，想要小便还是什么？没有哈、哦。吹看看有没有反应，吹一个快啊！不要，先不要吹。他也很警觉哦，你有时候你手拿好、哦、吹一下，不要让他看到。对，很好。哦，有比较稍微有进步了哦。吹。对，补一句，再补一枪哦。他刚刚其实有听到哦，啊你后面那个声音稍微坚决一点，补一枪哈、哦。我现在去叫他来哈、哦，然后你中间要拦阻他叫，来，那个马鲁，来吹了，对，马上变和蔼哦，前面很凶，过去就和蔼。一般人不晓得我们在凶什么，就是我跟你讲哦，狗在外面的时候哦，它平常很爱你，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，你有吃的什么，它外面吃的都没兴趣的，都是变成其次的啦，它自己去玩那个都比较重要了。我现在叫它哦，我叫它哦，等一下，马鲁来，马鲁。对，很好，哦，这个已经开始给他制约进去了哦，就是你
慢路，来，慢路来，吹。好快！很棒，很棒。所以你的哨子重不重要了？啊，要去买一个啊、哦。哎，叫不听在吹吼、哦。你看，你注意看了、哦，用叫的，就是说，他不是去找狗或找人，还可以叫。你去找狗玩的时候，叫可能不太听哦，要用吹的哦，不然没办法。你像你这种用叫的应该都可以，除非跟狗在那边追逐的时候，